乃亲近待呀。哎呀，跟姑娘白姐呀，姐哪个？哦，姑娘，白姐，白姐，白姐。那里又有个玉儿，你请坐下。我不坐，我不坐，我说两句话就要走。姐姐，快请坐下嘛。要得，坐坐坐。姜先生，快请坐吧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哎，美瓜，啊，来哟！你婆婆爷爷起来没有？早就起来了。哎，你来哟！你赶快在门口去把风啊！啥子叫把风哦？你来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有一封信。啊，是不是这个信吗？是那个的。哎，美瓜，你不要看了，你一定要交给姑娘看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还要嘱咐你两句话。这个青年男女书信往来，事关重大，非同小可哦。你赶快在门口去看到，要是你婆婆爷爷出来了哇，你就跟我客身受，我就好走。下下是这封信去哪里来的？笑你这个背时女子，我跟你打了招呼的了嘛，婆婆爷爷出来嘛，你给我打声招呼，我好走。哎呀，江先生，我跟你说嘛，我们婆婆爷爷呀早就晓得了啊，吉祥宫都是我们姑的了，只有你一个人还不晓得嘞。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把我吓这一跳哦。哎呀，我怕今天还要哪样哎！哎呀，各位，各位，江先生，啊、你先坐下讲嘛。哦，要得。哎，哎哎呦，我给看到，我给看到，江先生还是爷爷倒茶呀。哎，哦。哎呵呵这封信啊是隔壁连生的韩妈妈，她前两天交给我的。咋个你不马上送起来呢？你不晓得，那天晚上我唱善书过她的门口，已经打过二更了。我明晓得这封信是席县春写给姑娘的，我咋个好晚间送来呀？哎，晚间送起来不怕你们工业离心呐、哎，我挨骂是小哦，误了姑娘的大事，就说不上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了嘛。那你昨天就该送起来嘛。昨天你们有一天的福啊，我送来交给哪一个？未必早晨也在有福啊。哎呀，早晨你们一家都在过节，我咋个好来嘛？我也不晓得信后头写些啥子。更不晓得西乡公是你们的姑爷了，哦，我正好当着工业夫妇把这封信交给姑娘啊，所以精神大噪才给你们送起来。把贾先生很费心了啊，哪里要你帮到忙哦？美姑，请贾先生下面用膳去啊。贾先生就菜，贾大哥请随便用心。走走走，贾先生请你吃饭。哎呀，哎呀。来一回道歉一回，这个多不好哦。哎呀，下面用膳去吧，走嘛走嘛。好好，我还要说两句话。姑娘，哎，你们是多贤惠哟。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你呀、啊，可是我早就知道，你是一个多才多丽、宁孤惜寡的好姑娘哦。去下面用膳去吧，走，江先生，又来道歉，又来道歉，哎。